天哪，阿友本人心情可好了，不得了了，真的有几位这个美女在旁边，跟平常的这个女生来这边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熟女，真正的熟女啊，多了一份韵味啊，好吧。那从下雨刚开始，我们就五个每个礼拜都陪你主持，那太棒了，对不对？但是我跟你们主持，我一定要用耳塞。好吵哎。太吵了，飞哥只有他很吵，对，他不用麦克风哦，都不用，都敌过我们五个人。你话最多了，还讲那么多。好，可以。好，我来介绍一下。首先介绍我身边这个，这不用多说，观众朋友都知道，是权威的名这个主播李金玉小姐。好奇怪哦，今天看到我在这里。我看到你，我也是觉得奇怪。他们几个人大家都知道，哇，天天上各种通告啊。我是为了我的好姐妹们才来。真的，这应该是金玉姐的那个综艺处女座。对呀，是真的吗？真的，这个节目我们确定吗？确定，是的。哎呦，我真的感到无上的荣幸。真的。跟你讲，跟别人的女人拥抱，感觉完全不一样。更有 feel 了，真的真的啊。然后在旁边这一位呢是秀琴小姐，她是谁啊？大胡子陈志远的老婆，黄金战士的老婆。哎呀，你好你好。所以我每次看到飞哥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还有有鬼，试试看才知道，对不对？我还特别在他脖子上有味，我的感觉，对呀、啊，因为我真的是喜欢就是络腮胡的男生，哎呦，个性。再来这位是 Kelly， 哎呀 ，Kelly， 我们在节目上看到，我永远不知道他先生是谁，就是主播前主播何柔，我们一挂的，现在一进去，对对，新闻挂的，新闻挂的，何柔是他先生哦，是的，是啊，哇。真的是了不起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哦！好，我右手边就开始介绍了，这边是 Vicky， 老公是屈中恒，真的。哎，飞哥，你知道？我以为你会说我老公是宋少卿，因为他们两个常被认错。真的。对，屈哥的这边还不要，后面两个就真的会分不出来。那真的分不出来了。我们已经都习惯了。我们知道，我们影视圈里面有两位非常了不起的演员，一位是宋一鸣，一位是宋达明。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谁是哥哥姐姐。达明的太太是洪百柔小姐。哦，你是达明的弟弟，弟弟的太太，弟弟的太太，他是我们那个公认田姐儿。对，哦，公认田姐儿，陈维玲。啊，那这就是一鸣的太太了。人气界的第一名模啊，所以我们是真的老公都常人家认错，像我们现在就真的都已经懒得回应。如果人家说，哎，你是不是宋达明的太太啊？是是是，最近还更离谱，你是李治熙的太太啊？是是是，真的在回应，真的。你们这一群人啊，在江湖上出现之后，把我们综艺整个生态的牌整个打乱掉了。突然间觉得你们这些人比通告艺人还来了个好用，真的吗？没有，我是便宜又大碗又真实，小哥短袜都拿够。没错，飞哥你说对了。最主要是主持人，然后碰到敢讲的，他就马上就会可以接。所以我一请飞哥就尽量使用。对啊，因为有些明星会卡在形象，对，不敢说又未婚，哎，人气什么都敢，而且我个人有一个那个综艺界的封号叫接话王。哎呦，你才跟你讲什么？飞哥，你错，他是破梗王。破梗就是前面那个叫要先铺陈，要连下去，连不下去。对呀，他连不下就破梗，就是急呀，心太急了。啊，原来你们几个人看得出来，里面其实是七嘴八舌的。没错，外表是怎样？就杰森哥上讲是貌合神离。平常一起打牌吗？没有，练
们一起练舞，一起练舞，端正的。对对，我们一起练会，一起聚会，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对，因为呢，我们接了一个公益的活动，就是台大医院每一年哦，在圣诞节的时候要去报佳音，因为有很多人在那个寒冬当中丧失了希望，是因为身体病痛嘛，很多人就是说久病嘛，然后家属也很难过嘛，结果他们真的就是找我一起去练舞。对，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这里的原因。对，你知道吗？他们自己花钱练跳舞，花钱去打点衣服，买衣服，买衣服，然后还。对，当天还圣诞老公公还送礼物，对，这样子。这么台下有那种生病病患叫，一夜之间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了，不是站起来说那个中间那个跳错，因为中间是我。他为了纠正你，你下来，对你下来，超没节奏感。讲到这边，我还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哎，来自宜兰的朋友，你看看，也是一个朋友。南县的社会学院是吧？那么中间讲到就是我们这边比较不说话的这一位是何龙，对 ，Kelly， Kelly 是他们家新面孔，应该是他的先生，应该是活得比较幸福的一位。没有，可是贝哥，其实我们里面最先开始学跳舞的是他，是他吗？对，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你看他安安静静，然后带领我们去，他是学辣妹舞的，哎，真的需要运动。住桃园，然后就还奔去，真的，因为不起来我们都会狂跳中间，因为他都不知道我们前面练的时候。老师应该跟你说 double 的钱，因为就是你都会 delay 到大家的时间。没有，我们不会等他的，不会等他的，我们的时间都先休息吃个早餐就可以看。要不要让飞哥稍微休息一下？飞哥搬一张椅子。我现在开始有一点佩服什么丽晶啊什么，吼，他在你们这里面还能抢到号，我真是服了他们。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快乐，真的是。你们两个人会不会讲真的？因为我们常常在问这个问题，有没有走错房间的事情？而且他们住楼上楼下，哎，是啊，真的就楼上楼下，酒醉都会回错房间。我们也很想走错了。哎，应该是没有发生，没有，没有啦，对，不可能啦，太像了，怎么可能？万一有一天，但是我们会听错声音啊，会听错，他也会啊，声音太像了，他们低声为一定会，你一定会认错，一定会认错。有一次我觉得我老公疯了，因为他一直在楼下自言自语，哎呀，后来我下楼才发现一鸣有来我们家，真的。我一直觉得他怎么，因为自己在那边在讲话，而且其实是一鸣，对，而且我们听不出来，不夸张，连我们婆婆他们打电话回去，婆婆都要先问，妈妈都听不出来，你是谁？是的，要先确认一下。我是静熙，这个生活其实是蛮累的。好，今天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对不对？那你们要不要给我们表现一下？你们天天练舞，你们的成就是什么？没有天天啦，啊，他记不住舞步。Vicky， 我怎么一直觉得他好像是那个以前那个主播叫王什么？王怡人呐？王怡人是谁？有像吗？王怡人有他吵闹吗？对，也是。王怡人刚才要告你，我访问他一直觉得他站老板，我一直觉得王怡人。可是以前比较多人说我像陈怡安啊，你给我闭嘴。也有一点，陈怡安高度，而且有小 S 的味道。哦，陈怡安，对对对，空手道那个跆拳道，跆拳道有，化妆后像，有没有这种感觉嘛？但是不要再讲话，对，讲话更像，好不好？对呀，对对对，而且你刚刚说什么他什么话最多，你的话才最多。真的，往往这种人都会讲别人哦，他是什么破梗玩的，他是什么玩，被看穿了，对，你这样不要接话了，其实是故意要这样子，因为我等一下会没有话说，没有那个画面，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跳舞。啊，没有你哦。对，你可以表现不好。可是飞哥，你站在他旁边，你耳膜有没有真的很痛？早就受不了。等一下要去看耳膜。耳膜有一点不舒服，不是因为他，是因为那个达明的太太。是的，那边呢？不是洪百荣，洪百荣从那边声音可以传到这里。有穿到这里面最文静的就是 Kelly， 何龙的太太，真的，哎，好吧。因为他已经被大家吵到重听。可以在你下次做一集大声功，麻烦到我们来。因为我觉得麦克风会赢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他们的阿门金阿门大嫂团。他们啊，平常练些什么舞蹈呢？快来欣赏，好吧。
哇，五位超级喇嘛使出浑身解数，风情万种，完全看不出你是人妻人母的身份，让飞哥也都美掉喽，保证让您看了目瞪口呆，惊呼连连。稍待一会儿，即将为您献上火辣辣的性感舞蹈。动感老哥，热情的沙漠，现在有最新最潮的唱法哦！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啊，燃烧了整个沙漠啊！点了火啊 ！OK， 好吧，好吧 ，One Two Three Four，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啊！你会多久？时候你才知道，对不对？对，五套服装，然后他在那边酸溜溜的。没有，飞哥，我跟你讲，是个团体嘛，那我退出了啊。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对啊，你什么时候有在里面呢？对啊，没有，他是 vocal 的啦，他要唱歌，来来来，你来唱，我帮你伴舞。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跳？他说不是，我早上有事。我们下个礼拜一上的课，下次。我说你可能是爬不起来了。哎，对对。晚上太多了。哎呀，哎呀。但是他刚才说你们坏话。真的？说什么？他说你们这样那么忙啊，然后弄，然后其实你们的先生都有卡在，就不高兴。哎，事实嘛，是不是赚太多？哦，不是那个为了服侍的部分，对公益的，对不会不高兴。服侍不会。不管是什么公益或很伟大的，但那天如果老公突然很有 feel 了。都不公益了，对，没有，那我们就跳完直接回家再跳一遍给老公看。对，哦，好哟。我这里面最难能可贵的是，想要看到主播跳舞是可能。我看他眼睛就一直盯着他，摆在中心，就是扭成那样。真的，而且刚刚金玉姐她很感人，她竟然说。眼神要放出来，对，他魅力要使出来，而且就这一次了，我们不能被激，就是他，而且他说我们动作一定要到位，对，一定要，哎呦，飞哥说的嘛，跳舞看了可能都没有 feel 啊，对啊，主播也不能被激，今天看新闻的时候会觉得金玉姐怪怪的，而且没错，今天金玉姐就穿这一套，好不好？对对对。
穿这一套上去了。股市看涨不涨，我们再来采访你一下，好不好？这一套，好吧？非常好，非常好，我相信。对，没有。如果说再来一次，会更可怕。哎，啊，真的。对，这样就好，见好就收。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啊！接下来呢，可怕的关口来了 ，Bingo Bingo。Bingo Bingo， 考验反应力的超爆游戏，依照颜色说出正确的动物名称。白色是兔子，红色是螃蟹，黑色是金刚，黄色是长颈鹿。当秀出的动物名称和颜色相符，则要说出 Bingo Bingo。准备好了吗？一起 Bingo Bingo 喽 ！Bingo Bingo 来了。单元其实是因为各位大家都是具有知名度的这个别人的太太，真的。对，那我想其实女人是男人是背后的推手，是。其实很多男人是笨得很。是。所以说这个女人聪不聪明，才能决定男人他未来的前途是怎么样，对不对？好大哦！真的吗？哎，这个时候都没有。啊。是，飞哥重要是要讲说，我们的老公都是靠我们。不是，不是，我是说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决定是他的太太很厉害。对，所以这一段是看你们到底聪不聪明。没有关系，是好有压力哟。有压力，谁啊？你比较有压力啊？他比较有压力。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们的先生都是什么？陈志远的、宋一鸣啊、何荣啦。这是余中恒，就知道他的先生，我就知道谁啊？帮忙介绍一下吧。台大的教授，对，哇哟！这么久不见，你一定要冲着我来吗？哎，不不不，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另一半到底是来何许人也，而且是博士，博士，真的，新闻研究所的所长，新闻研究所的所长，还有这是之前超级那时候还只有三台的时候，他就是当家主播。哇塞！哦，刘文正，刘文正。好，大家都不知道的。现在老公没有当主播了吗？没有。哎，对，他那种叫培育，他就在我的旁边，一直告诉我哪里做的不对。没有。他现在换栽培他，提拔他了。对对对。平常你们的那个婆家到底是在看哪个节目，我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一集我敢保证，你们的婆家都盯着我们节目。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讲，哎，这么简单的红色白色的讲不出来，怎么那么笨呐、啊？就是糟糕，完蛋了。找骂儿说怎么取这么笨的？对，就是家族的面子。那我们自己还是不要这样，真的哈、哦，我们先走好了。好的。我们继续跳舞，接受挑战一下，好，很容易嘛。红色是螃蟹，白色就是兔子，黄色的长颈鹿，黑色的猩猩。哎呦，看你们这种反应，我们好简单，根本就不用玩了，你们太厉害了。玩到天亮，好啊，有家人们自己就先可以先拿掉，以免喷到前面去，本人概不负责啊，不代表本台立场。假胸部要不要拿出来？那只有你一个人，我们都真的。来了哦，听到一二三四就要很可爱的。我不要站在第一个了，哎呦，你今天是太太，你今天站第一个，我们今天才不会录到啊，真的。对啊，稍微过来一点点，好，过来一点点。One two three four。Bingo Bingo， 不但老公老婆分不清楚，就连动物颜色也是一塌糊涂。哦，那请问这是什么呢？哎，大明，这个大明，这个媳妇当初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笨啊。哎，等一下，是艺名哦。哦，艺名哦。讲清楚了，看一看，黄色老虎，白色北极熊，黑色乌鸦。红色瓢虫，太厉害了嘛！白色是什么？白虎。哦，原来陈志远是白虎啊！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
才子林俊杰一来就摆出大阵仗，与美丽的无双乐团合作无间，一场视觉与听觉的飨宴即将展开。还有一个杨琴，哎，他什么时候来？刚刚才来。啊，这是杨琴。我一直都在啊。杨琴啊。百荣那边出问题了，对不对？真的，差一点我们节目播出时间不够了。星星有红毛，星星好不好？阿根廷来的，你原谅他。我是红毛星星啊！我跟你讲，请人家家的媳妇表现得多好，这么高了，到达明这里已经变这样子了，是不是？这到底是要达明还是要艺名？是达明，他是艺名的，达明了。达明是达明，达明的。有看看他，因为他不讲，我刚才还一直以为是艺名。可能会讲错，现在搞清楚了。对对对，这个达明娶的媳妇就是有点笨啊。我看你讲的长颈鹿陈志远，真的跟白雪好像哦。志远一直怕他会讲到我老公，哎，你敢吗？你老公他长得蛮像的，真的，真的很像。对对对，好吧，刚刚那个呢，只不过是我们的初级毕业。真正进入研究所，没想到我也可以进入研究所的一天。可以可以可以。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图案很多啊，红色的呢是什么？本来是什么？螃蟹。现在是瓢虫。瓢虫。有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吧？有。对，太多了。它是昆虫，对啊，瓢虫是昆虫。我们家媳妇怕什么？不要讲说瓢虫。在激我们，你看，我们家媳妇什么都不怕的。白色刚刚是白兔，你不要放空嘛。白兔，现在是叫做北极熊。北极熊，白色太多了啦。北极熊都是白色北极熊嘛。黑色呢？乌鸦，对吧？乌鸦，黑色。对，我如果说黑色是猫，那猫有花，对吧？这就是错乱了。乌鸦是不是都是黑的？对。对不对？你们的先生都是一身，反正都是乌鸦，都是一般。又讲到我老公又黑的，又想到老公可以是星星，可以是乌鸦。黄色就是兄弟相。老虎好不好？老虎。Tiger，最近新闻太多了啦。对。啊，对哦，对哦。好险，你老公敢拍。我老公最近新闻也太多了。你们大家为什么都冲着他老公？没有了，没有。你们这个啊，就是不承认自己的老公也很危险。哪个老公不危险啊？是啊，是啊。名人老公是名人，多危险呐！大家都以为只有泰戈会做出全天下男人做错的事情。每个人老公没有那么厉害哦。哦。下半身没有那么厉害，大家不要对他下半身有什么想法，好不好？先这边接，你在那边，你在掰嘛，在掰没关系。白色是什么？白虎。白色。哇，原来陈志远是白虎啊！白色的，我们这一关这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好吧，我们再念一下哈，黄色。老虎。白色北极熊，黑色乌鸦，红色瓢虫，黑色乌鸦，太厉害了嘛！我们家的媳妇不是开玩笑的。One, yeah.
Two, three, four. Bingo, bingo. 白虎白毛都出来了，这就是瓢虫 ，OK？ 不是，不许呐，要从北极熊、北极熊跟老虎，明明就是蟑螂。对，那不能不是瓢虫，北极熊、北极熊、老虎，真的是蟑螂，记住了。好笑，啊 ，One, two, three, four。它像猫血，我们只看眼睛，它是黑熊啊。其实你至少你也讲猫熊也还接得上。黑熊。好，郑重宣布，秀琴毕业了。你们真的是哈，真的很厉害的你。那我们准备了啊 ，One, two, three, four。不是这样下去，我们李金宇来我们节目都没有什么进步。在第一位，你以为你毕业了？没有没有，对对对，我不要，我就看你们，我可以练习。不行不行，白红你在，白红在第三位，你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好啊，好可怕，你要好的带头嘛，是啊，后面就会接得顺，对对不对？啊，不好意思，我已经毕业了啊。哎，教授的夫人还会有错吗？对，哎，今天让观众开心的。One, two, three, four。我本身就是一个没 tempo 的人，其实他是就算是答对了，对对，好吧，好，那但是刚刚稍微慢了一点，好的好的，哇，金玉好可惜哦，真的，再来一次，又要从你这边开始 ，One, two, three, four。黄色是老虎，老虎啦！哎呀，又从这边开始了 ，One, two, three, four。不能，这是真的是不能怪。不是，因为我真的想念白虎，有没有？不是，我如果是站在，我站在百龙旁边，我真的被干扰太厉害了。好了，我们旁边有人叫，哎呀，什么在闪？哎，头都已经晕了。哎，我有那个 tempo 你。他要有 tempo， 大家配合他一下嘛。又要从金玉开始了。郑重宣布，李金玉毕业了。真的是不简单，真的，因为主播没想到你反应这么快。哎呀，我抓着的。这个不容易，秀琴我已经吓一跳，习惯。没有，飞哥，我们现在今天在选拔那个最笨的。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真的他常常吃什么鹿肉、老虎肉？吃野味的，太补，人参海味。那从 Vicky 开始了 ，One, two, three, four。我刚刚算了一下，干冰还有半桶，我们让他们三个人好好玩下去，好吧 ？Vicky， 你们大家加油！现在是我们在刚刚是选前面最聪明的几位，后面要选最笨的，要注意啊！
婆婆都在看了，兄弟哦，走礼，哎呀，对，还有婆婆现在都已经在哭了，哎呀，连小孩都会，妈妈你好笨啊，因为一个媳妇笨就算，两个都笨，哎，你们要不要换位置啊？啊，好好 ，Kelly， 好 ，Kelly， 我在前面吗？好，换你在前面，可以提早毕业，压力很大。这组的动物我真的比较不熟，大家可能一直都错觉，以为是 Kelly 的，因为他一直排最后呢，没办法，再给你个机会啦 ，One Two Three Four。看反应，一边可以看到他的舞蹈，真的，好军场，好军场，好吧。One two three four。Bingo bingo， 可爱动物大集合，这是什么呢？瓢虫老虎。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时间还多的。不行啊，百柔，妈现在都气到昏倒。我已经完全走离开这里，我已经不知道到哪里。算了，也不要问了，他直接用恰恰他比较不要，对啊，他那个瘦他太快了。One two three four， bingo bingo， 喜欢骗狗还是恰恰？啊，其实看起来各位反应都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啊！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你们几位啊。平常因为我很少上其他的通告节目，是，我常常想跟你们一起去研究家庭、夫妻、子女。欢迎欢迎欢迎！对啊，但是你今天没有后悔吧？下次说，哎，不要找他，不要再来了。还 OK， 还 OK。等一下要去看儿科了。跟你们访问以后，我的这个主持功力无形中进步了很多。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接触，即便如此性感的国标舞夫妻高手，也挡不住大嫂团令人脸红心跳的私密话题。一般夫妻，然后会有些什么炒饭的暗语啊，或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们明明知道我想问什么，你们都不敢问，你们现在还能接通告，我觉得很奇怪。你们每次跳完之后，会不会就是有那个气氛就来了？好，就是有气，就是就又不能马上去解决，是不是？的感觉好性感，对，你是把它讲跟水电工一样，我就马上会想到我老公，滴到我眼睛有点瞎眼拍。欧北龙棍哥来了，特殊的造型，搞笑的对话，夸张的表演，让你笑到流泪，八道葵花，鬼狼放轻松，甜蜜蜜。我在，你不要走开了嘛。水当当，相公，香港公益班级毕业，相公。你下这个谁？这同学。
一对国标的一对搭档啊，他们可以说是台湾呢、啊、这个舞者里面的一对首席的佳偶。为什么是佳偶呢？其实他们是因舞而相恋，然后呢继而结婚，所以他们的这个舞蹈的默契啊，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今天给我们带来一段特技国标舞的表演，欢迎。两个制火的那种恋人，哎呦，斗牛，来，他表情，结婚以后开始打架。吓到他们，太棒了！对，整个那个表情哇，都融入在里面。太棒了！对，除了肢体以外，那个表情变得对，那个精神，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累耶。对，你看跳完了还笑成这样，赶快跟他们讲讲话，快点！搞不好还有男的都已经那个了，脸色苍白。讲人家，对，人家是天生白，好不好？怎么都不讲话这样？是啊，太喘了。啊，我们这个王玉红老师跟这个萧艳茹小姐啊，他们两位呢是因为舞蹈而开始认识，然后交往，继而结婚。师生恋，夫妻档都不用担心了，真的。他们这样的夫妻会有没有什么好奇的地方？有啊，刚刚那段舞，我觉得前面就好像是在谈恋爱的浪漫，对。后来是不是混混打架了？就犀利哎，一些猜疑什么的这样。斗牛本身就是男生与女生的战斗。哦，所以他们是选这个。刚恋爱就战斗了，也太快了。而且老婆的表情真的很棒，每个动作那个表情，对，好棒。所以像我们不是一般夫妻，然后就是大家好像在讲说什么，会有些什么炒饭的暗语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像用跳舞吗？那你现在有几招哦？就是安装出胶的，几招呀？就我是要你们问，就你们那么保守，对不对？你们明明知道我想问什么，你们都不敢问，你们现在还能接通告，我觉得很奇怪。飞哥要，飞哥你就说嘛，要先举个头，我们就会
为什么像你们金阿门团，为什么大家通告都很喜欢找你们去？因为你们讲话可以不负责任。我讲话就是哦，张辉现在猛穿歹起来。你们现在知道我大概要问什么了哈？好了，我知道了。飞哥应该就是要问说，每次你们不要再加上我的名字，你要问什么？我们想要问的是，你们每次跳完之后，会就是有那个气氛就来了。好，带种。成这样，对不对？没有 feel 也有 feel 了，连我们都热情。我今天晚上就学那几招，你再跳一次。那我们要问，那你觉得他真正在性感的时候，你是在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太太让你觉得最性感？就练舞的时候认真的感觉。哦，那不是，那不是还是在练舞的时候有 feel？ 对呀，有 feel 又不能马上去解决，是不是？他练舞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哦。那你稍微亲一下这样子。那你觉得他最性感的时候是什么？洗碗的时候，流汗的时候，流的时候，流浃背。他现在这样胸口流汗，是练舞的时候。说真的，我刚刚有特别注意男生，因为一般我们看跳舞都会注意女生，对不对？我刚好注意他，他那个甩头的时候，那个很有力道。对啊，他刚甩汗都甩到这边哦 ，man 真的好 man， 你可以再甩一下。而且他现在流汗的感觉好性感。对，你是把讲跟水电工一样。我就马上会想到我老公对我滴汗滴到我眼睛有点瞎眼排，这个时候哪看得到？好，那我们就不为难李金玉，他就是主播嘛，不能问他太多这个有关于这个对，你看金玉姐都脱掉衣服了，对，真的都热情，还是有点形象，外套都脱了。两个人所得的这个冠军是超过100座以上。哇，实至名归的，对台湾的这个新一代的首席舞者当之无愧。那你们也接一些表演啊或什么，那像你们的舞蹈要怎么样在精进，或者有什么目标吗？你们的未来就是出国比赛跟出国进修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哦，出国比赛的话，那奖金政府给的多不多呢？如果拿到冠军我们现在跳职业的话，就是有主办单位他的比赛都会有奖金。哦，像今年的3月6号就会有一个比赛，他的总奖金超过130万。哇，那我们要上多少通告？真的上到了哦！这飞哥，我还想问一下，他们夫妻，你们准不准允不允许对方跟别人跳？好。哎，你说你允不允许你的先生？男生跟女生的表情不一样，尤其像学生像陈维林这样子的话，你允许干嘛皱眉头？可是我在旁边看，你看，那就是不允许。那先生呢？因为跳舞的男生其实比较少，所以我们机会比较多，他的机会比较少，其实一定会有一点不舒服。对，因为他们就是跳舞而相恋的。对，你今天会看上我，也会看上他。对，那可不一定。那我们这样，我们几位女生先稍微起立一下，好不好？我们请，如果你硬要挑一个学生教他，你一定要教他，你会选谁？哎，我谢谢你，先不要选我。不一定哦，对不对？真的。我觉得威凌的身材比较像跳舞的身材。谁？威凌。哦，你抬不动他，他太高了，真的。哦。好，来抬一下，抬一下，来抬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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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一下。有办法在这种慢慢的音乐里面？对，可以啊，可以啊。他有学过舞蹈。抬一下，塞应一下。对，真的，而且刚刚就刚刚那个音乐。完全靠他指挥哦，你别乱动哦。哇，让我们这个3圈半而已。宋一鸣的夫人，一鸣哥打电话，先不好意思，我很重，而且我讲真不简单。我给你保证，宋一鸣今天有看到这一集，他也去台北，晚上就不会翻过头。真的，3圈半是吧？我跟你5圈。哎，我跟你讲，刚刚弄完整个头是昏的，所以老那是你自我感觉良好，有晕眩的样子。
间，他刚刚根本还没开走路就已经脚麻了。开心的爆，他整个懵掉了。你这个要签真的哈，哎呀，所以说你就知道，国标舞不但是在视觉上给人家觉得有美的感觉，其实他对社会。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是有很大的贡献，对不对？没错，哎，希望三月份的那个比赛可以夺冠而回，好不好？掌声给他妈妈鼓励一下，谢谢。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就能有多痛。才子林俊杰一来就摆出大阵仗。与美丽的无双乐团合作无间，一场视觉与听觉的飨宴即将展开。还有一个杨琴，哎，他什么时候来？刚刚才来。好，这是一直都在啊。杨琴啊。沙漠现在有最新最潮的唱法哦！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啊，燃烧了整个沙漠啊！点了我啊 ！OK， 好吧，好吧 ，One Two Three Four，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相爱就像风云的闪电，相信那一天。
观众问候一下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最近发片了100天，希望大家喜欢。啊，哎，这100天呢？100天呢？跟大家稍微就是透露一下，为什么叫100天呢？对，很好玩。其实我前几个100天对我来说是算是在事业当中比较灰暗的时候，很刻苦的一段时间。啊，真的啊，真我随便讲讲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因为前段时间其实声带有点问题，出了问题，然后生病了。是哦，对，然后而且又要跑很多演唱会，所以那时候的我其实唱歌是很用很中气啊，痛苦的那种唱不出来的感觉。哎呦，一个喜欢唱歌的人，万一他的声音发生了问题的话，是很痛苦，很痛苦，这样超级痛苦。对呀，对。对，那时候一直在害怕说有一天真的没办法继续唱下去，就等于那个我们棒球世界的那个王建民有没有？他的肌腱发生问题了嘛？受伤，对。哇，那个一受伤，喜欢运动的人就很惨，对，会很沮丧。对，他不是说为了说什么，哎呀，我的收入会不会怎么样？那对，不是这个问题。等于你的生命的灵魂的灵魂动力，哎，是不是啊？对，所以很开心这次能够推出100天这张专辑，能够顺利的已经好了，然后把这张专辑完成了。还好，刚才我们听到你的歌声铁证如山的，他已经完全痊愈了。Yes， 谢谢。谢谢。这一次特别挑了3首，我觉得在我音乐生涯中写的比较有中国曲风的一些歌曲，包括加了这张专辑新的一个主打歌曲，是把它编成比较有中国味道一点，对，有一种中西合并的那种感觉。然后也请来了无双乐团跟我一起合作。哦，对对，他们叫什么乐团？帮我们介绍。无双乐团。无双。好，都是美女。哎呀。他们也有发片了，也发片了。我们哎呀，这怎么好意思？送你我们的 CD， 还有我们的这个是无双志。哎呦，写真书。哎呀，你们人来了就好了，还。对啊，这个女生都不穿鞋子，这种感觉啊，你们没感觉，我这个年纪会受不了。不是，我那也是要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位叫什么名字啊？大家好，我叫佳琪。佳琪，您这个乐器是叫做二胡。二胡啊，有几年的功力啊？我学13年了。哇，三年了，13年，13年啊！这边这位，好。大家好，我是婉琪。婉琪，婉琪。哦，这个是这叫笛还是箫还是什么？这是笛子。笛呀。嗯。笛子还不是，声音很亮，很不错。对对对，那个膜啊。
这个是叫什么？用什么东西？笛膜现在是用芦苇，现在是用芦苇做的。芦苇呀？对。以前我们都是用那个这个竹子。竹子里面的那个膜。哎，对不对？竹子那个叫那个竹子膜叫什么？竹膜。竹膜。哦，什么马来膜？而且竹膜呢，现在我们都拿去炸一下，以后拿出来变成竹笙，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不是？对，就是那个东西嘛。是，有一段时间就缺货，缺得很厉害，我们都用报纸这样贴一下就缺了。这真的耶，哎，真的耶。我们也用报纸。哎，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啊？秋文，秋天的秋。哦，秋文，哎呦，古色古香那种典雅的名字。这个是不用说了，吉他嘛，对不对？这是柳琴。柳琴啊，柳琴啊，柳啊，柳琴，这个声音很高。照道理讲是琵琶嘛，不是？琵琶是比较大一点。哎，对，它的特色跟那个大琵琶的差别在哪边？这个音域比较高。玩一下嘛，玩一下。哦，玩一下好了。玩法不太一样，玩法不太一样，像吉他的 pick 一样，很像。哎，这个叫做古筝。古筝。大家好，我是彩希，很棒，对吧？自我介绍。好，这叫做古筝。古筝，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这边又有一把圆的，这个那不用说，就是大琵琶了，对吧？啊，这个我还觉得比较像吉他。这是中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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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麻烦的这个哦，那两个那个是琵琶，对。琵琶中阮。中阮。哎，柳琴。柳琴，哇，贵姓大名啊？大家好，我是雅妍。雅妍。你的软龄有多久了？八年。哎，八年啊，八年可以跟十几年混在一起吗？因为他可能年纪比较小，是不是？年纪比较小，也不会，看起来也跟他们差不多啊。八年也不少了。八年也不得了，八年就是。像我练钢琴大概两年而已。哎呦，才哦。这三位是常常在换吗？他们三个？没有，他们是 percussion， 就是对啊对啊，国乐的 percussion。对对对对，很重要的，不能随便换。我们是和音天使。贵姓大名啊？大家好，我叫悠凡。悠凡，哦，可见他一定不只是有这个嘛，对不对？对啊，就所有的打击，就是我们三个都通通包住，对对对。哦，好，中间这位是。Hello， 大家好，我叫诗伦。诗伦，哦，诗伦，你拿了这个南美洲的这个东西，也要说是国乐，我没有办法，这个实在没办法，对不对？这个是国乐，宫廷里面有看过这个吗？刚我们从好乐迪偷过来的。所以我就说可以换嘛。等一下还要回去还他们。对对。哦啊，这个也是，你看糟了吧？巴拉圭什么乐器啊？这是中国乐器啊，这是西洋，可是因为国乐里面的打击会需要用到西洋的乐器，所以我们就是都要学。你这个叫沙林吧，是吧？对。哎，这个沙林就沙林年龄多久了？五年，但是我学音乐也是。这还要五年呐？我来了就完了。这个你讲好要负责任，要学音乐几年？这么说你这个是要二十几年了。困难一点，还困难一点啊！名片比较多。好了好了，哦，太棒了，太棒了。还有一个扬琴，哎，他什么时候来？刚刚才。我一直都在啊。扬琴啊，哎，怎么称呼啊？我叫幼林，大家好。哦，幼林，来一下，来一下，哦。整只虫，这是新的，新的。
玩法。还有这种事，整只戳到里面拿不出来了。天哪，你的麒麟一年半有没有？不是，因为有时候常常有时候会这样子。哦，紧张的时候。太紧张，我看到邻居也太紧张了。真的还不错，还不错，哇！有没有可能他们我们两个当一下听众，他们的哇没办法，应该是没有接，哎有接呢，有接有接，对有接，有收音的，真的呀，真的在玩的。能不能来一个？我刚刚也没有在对嘴，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哦，我们两个当听众，他们随便来一个，来一段几小节的好不好？好。好棒啊！再加上你刚刚那个 beatbox， 哇，好厉害哇！比较不一样哦，真的不同，不同，不同。所以这样就证明，你看我临时出招，他们真的是马上就啊，是如假包换的哦，很厉害，而且他们很团结。嗯，对，我很羡慕他们，因为我玩音乐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在舞台上唱。哦，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蛮期待有如果有一起合作的机会，其实。很好玩，真的不错。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专辑的那种色彩很鲜明，而且呢，这个完全是要看，就看得出实力来，好，谢谢，啊，非常希望你这一张这个专辑啊，能够这个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好不好？来，我们再度给掌声给，谢谢，也谢谢吴双，好，谢谢。欧北龙棍哥来了。特殊的造型，搞笑的对话，夸张的表演，让您笑到流泪，八道开花，鬼狼放轻松。甜蜜蜜。我在，你不要走开了嘛。水当当。相公，香港公益班级毕业相公。请下这个请。这位同学，再讲一次。白吉吉。这首歌当然是我的一首成名曲了，我还有很多歌是脍炙人口的。让小雨打在我的山上，雨水洗去忧伤。你为什么都不理我啊？干嘛理你啊？
今天是黑白郎君黑白唱吗？装可爱啊！各位看过蜥蜴唱歌吗？哎，蜥蜴如果唱这个三月里的小雨就不一样。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拉个不停。喂，请你镇静一点，过年的时候不要放动物出来吓人。不用放出来就很吓人。真的吗？我今天看你心情怪怪的。是的，其实我是有一段话想跟您诉说的。真的吗？苗栗客。苗栗客是什么东西？苗栗的客家人。不是的 ，music。昨天晚上我一回家，我把自己扒光光，眼睁睁看着电视一道轰隆隆的闪电，咔，窗外阴森森的夜空飘着那一丝丝的细雨，在路上我看到一句冰冷冷的。喂喂喂喂！过年的一句什么玩意儿？没有那个说话一句话的一句，那是一句冰冷冷的标语。什么玩意儿？上面写着“请勿乱丢垃圾”。你干嘛？是吧？啊？叫奇怪，你有当时管我的咬文嚼字，那晶片的他又来了，我就搞不清楚一件心情，你们想到是什么玩意儿？其实大过年的，咱们来咬文嚼字一下这个中华文化里面叠字的艺术。叠字？对啊。刚刚有吗？哎，扒光光，阴森森，冰冷冷，不叫得叠字吗？我比较喜欢扒光光。这，哎呦，对于扒光光，您赔的还不够多吗？先生买奖券吗？嘿，大过年你扒光光，你说这样真好吗？你说来一句句都是冰冷冷。嘿，扒光光是要赔钱，你知不知道？下次要小心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大家好，这是蹦恰恰他们全家福的照片。好的，这是今年他们家发行的这贺年卡，联手一张，出去外面啊吸空气比较方便。你在行当不？好了好了，行当。这大理是星光大船是？大理位在中国的西南边啊，是在云南地方。是台中啊，哦，台中是，好好好，是是。不是哦，好，台北啊，拍子拍子。这位卖奖券的孩子，今年的这个啊，这个一次一张多少钱？200。真的有在卖。哎，我先问，跟阮东昌阮港铁讲一位吧。好，你该讲者，你该讲。港铁你好，你好啦。你做兵了没？他做果冻的，做兵，当兵啦，当兵啦，做兵，当然没啊，当然还没。他刚刚讲那个话，你觉得对我没有人身攻击？人参貂皮乌拉草是东北的三宝，在这里带来一首歌叫《买味》。人参貂皮乌拉草是东北的三宝。桂林，我不是没跟你骂啦。好了好了，卖做人身攻击。哎呀哎呀，我的意思是讲，请你讲叠字。哎，多少请问过吗？刚才无呢？叠字怎么要怎么说才会好听？你知道吗？叠字，叠字。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叠字，什么意思啊？跌倒然后爬起来说的那个字叫叠字。喝酒，喝酒。哎，我觉得那个伯喝酒，大家不是说会很冷吗？嗯。但是呢，最冷的动物你也知道，嗯，鸭子嘛，鸭子嘛，嗯。但是鸭子也会唱一首很冷的歌，怎么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的笑话无好听，无人听到呱呱呱。哎，够无聊，就无聊。你若要讲迄个文字的美，讲叠字都要好好讲。你讲刚刚那个三月里的小雨，哎呀，里面就有啊，淅沥沥，哗啦啦。啊，那我就懂了。
蛮酷的这条弯。哎嗨，三月里的小雨。三月里的小雨，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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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不停。你是浪塞哦。山谷里的小花，锵锵啦啷锵锵锵，锵锵啦啷锵流不停。哎，金哦，啊被金啦，过来啊！顶还在欧巴上叫你讲这呢。网络一直在攻击你哦，真的吗？人家卡钱，你讲人庙门开开，我是甲提醒一下，我是叫人去放炮啊！你恶上才讲，起码找人能叫庙门锁啊！你有没讲啊？没讲。你要有严肃的心情，如果谈文字之美，其实很多同学在现场是好好的跟大家介绍那个叠字到底有多美。哇，这个是呢有玄机的，有玄机的。对对对，相传呢唐朝有一叫鱼玄机的。我今天啦，我今天啦，我没讲了。不，叠字这样子啦，我们从艺人开始谈起好。哦，艺人很多啊。哇，瓜青都有高级。哎呦，你看哇，凤飞飞。哎呦，凤飞飞了。哎呦，好好爱我的桥上去了。我的一份柔情，我的一份情，我一封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地待我。爱我，爱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Oh yeah yeah， 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我就能满足我心扉。Oh yeah， 谢谢。好好爱我，感谢你。好好珍惜，感谢你。这份情感得之不易，感谢您，好好爱我，真的很感谢您，不要犹豫，十二万分的感谢您，我的全家人一起十二万分的感谢您，属于你，全国上下一心的感谢，好好爱我，全世界的同胞们，大家过年好，也感谢您。人生藏在爱情里。谢谢。规条歌拢我唱，你敢唱不？也是三字尔。是啊，我在中间，因为他很重要。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客气的人，谦虚。谢谢，我一定要把这，你把歌唱好，我把诚意献给大家。好好爱我，感谢您。好好珍惜，谢谢。幸福人生，真的非常感谢你。爱情的全国上下一心，哎，就听没了。哇，讲了一个凤飞飞，你就感谢没算。啊，叠字名，演艺圈里面名字叠字太多了。有啊，刚刚凤飞飞嘛。哎，还有欧阳菲菲，菲菲，欧阳妮妮，哎，你咋不讲？欧阳妮妮是欧阳菲菲咋不讲？哎呀。那欧阳龙是欧阳龙的是欧阳菲菲演的。那欧阳妮妮跟欧阳龙是兄妹啊。那傅娟是傅娟是孙兴姑。一群这样一定爱爱那欧贝虎的对。怪你喜爱大概到底哪卖混在这么多称谓。欧阳菲菲我哎嘿嘿 taxi 别那么上车哎嘿嘿 taxi 你开往何处哦嘿嘿 taxi 别那么上车嘿嘿嘿 taxi 你开往何处哦还有那可以玩 NG 为呢是啊是啊下下叫但我的热情啊都欧是个低雄高话对吧哎让他同学大家一起来喊一下我的热情啊来等一下这是中伦这个琴音大传的厉害，还是呢大理星光大传的厉害，好不好？大理的请举手一下。徐旦，徐旦，人数输了一半。声音不一定，不一定哦，好不好？我的热情。太小声了，稳输的。好，美丽声节的们准备被开戏啊！好，老老师给我们一个前面来。我的热情。我的热情，哎，太小声了，再一次，这一段我们不要，我们从头来一次，来，好的，来，大声一点哦。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等一下，家拢在困哟，拢在困。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现在就让他们叠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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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谁最厉害。一声、两声、三声、四声，对，在节奏里面就啊掉。那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啊，燃烧了整个沙漠啊啊啊啊，看见了我啊啊啊啊啊。OK， 好吧 ，One Two Three Four，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啊啊！太阳见了我，你会多久？这把还挺难听。哦，都骗了。妈妈在外面看啊，系啊，规定囡仔拢笑起。好，我再跟你讲遐，哎，足忝诶。迄个欧阳菲菲甲欧阳妮妮母仔囝关系到遮头。无啦，欧阳菲菲其实是欧阳妮妮因妹妹。你顶边人就对。无啦，大家欢喜着。欧阳妮妮爱叫欧阳菲菲叫阿哥，阿哥酒友嘛。我真姐。这样要讲碟字，不要开玩笑。好好好。余莺莺，余莺莺，爱上你永远不后悔。听懂。除了你，知心又有谁？细雨就像梨花泪，点点。花类歌后，他在卖什么？怎么点点滴滴都那么贵？精油吧？哦，精油是。好，黄莺莺，黄莺莺不得了，哭砂，哭砂，哎。风吹来的沙，等一下，那么风吹来的沙把我眼睛给弄瞎了。同学，帮我把沙弄出来。你有没有刷牙？金志娟，她的艺名叫做娃娃，娃娃，哇，也是很厉害。就在今夜，我要向你祝福。慢，哎，你做人的师傅，叠加就舅在今夜，揪个逼饼。你经常讲说你是音乐才子，我是音乐白痴，给那里弟弟叠加面子挂不住，趁着过年跟大家谢罪，归去。退出坑我！退出坑我！他们开开一去不回头，别看我是他说，完全不是我的过错。你讲我无在唱娃娃的，我定跟你拼。就在今夜，我要你去；就在今夜，也要想你。所以在心中难过，难面对你的冷漠，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等一下，大家不要在那发挥了九分之一就这样尖叫，好不好？你有高音的那个。我不啊，不呀，你最烧香了。好，今年就放过你。最近哦，靠不赢小夸啦。对，小夸靠不赢。经常在半夜的夜市迷失你的人生嘛。第二栋那边，除了欧北龙坤以外，啊，还有笔记台湾。哎呦，还有八点档要演。哎呦，您辛苦了哈。啊，好了，咱们刚刚说到这个歌手来着。对，还有一个女主持叫田露露小姐。哎呀，田露露那就不太好玩了，叫她谭露露。是谭露露那个。这田露露人命运不太好，但过年不讲人家的坏话。是。她被家暴的事我们不讲。那就讲一个小王爷陈丽丽。哎呀，不得了了，陈丽丽。哎呀。哈哈哈哈。哎，好，谢谢，不然两首就这么多。保镖是陈丽丽啊，保镖是江玲啊，哎，张玲啊，小杂波。奇怪，混混掉。孔锵也有错的一天哈，难怪他有业障，头发掉那么快。欧北龙。
将军的长相要用叠字来形容，应该怎么说嘞？说到这个歌手来着，对对对，还有一个女主持叫田露露小姐。哎呀，田露露那就不太好玩了，叫她谭露露。是谭露露啊。这田露露人命不太好，但过年不讲人家的坏话。是是。她被家暴的事我们不讲。那就讲一个小王爷陈丽丽。哎呀，不得了了，陈丽丽。哎呀。哈哈哎呦，现在不让杨子进来过。保镖是陈丽丽啊，保镖是江玲啊，哎，张玲啊，小大波。奇怪，混掉。孔锵也有错的一天哈，当然。难怪他有业障，头发掉那么快。好，不讲孔锵，孔锵就改孔孔或锵锵就好一点。哎，就好一点啦。有一个不得了，叫小彬彬。哎呦，不得了，掌声鼓励一下。当年呢，在《星星知我心》的时候呢，哎呀，赚进多少人的热泪，是啊，人家眼泪掉多少，他的钱就赚多少，是那不得了，非常的可爱。现在更不得了的是，他的孩子也出来，小小兵，也是德字，一样叠在叠字的。如果《星星知我心》再重拍一次，哎，明晚猴子讲的《星星知我心》，星星也是叠字哦，猴子就不是，星星知我香蕉。他就来偷我的香蕉，是是是。那《星星知我心》这首歌你会唱？昨夜多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妈妈对不起你，知道我的心。就在你刚刚一直笑，这是一个悲剧。我把你叫起来说：“妈妈，对不起你。”叫什么名字？小 V。什么？小 V。小 A 的妹妹就对了。妈妈带你去浪迹天涯，如果没有饭吃的话，妈妈的饭会先给你吃。好不好？有什么话跟妈妈讲？妈妈，我爱你。好。小孩子有前途，星星知我心重新开拍也可以哈。就是这样子得到大家的眼泪。谢谢。那这样子，我干脆我就要改名字了。你要改？哎呀，不急嘛，把主持人讨论完再来改。主持人有叠字的吗？白冰冰，白冰冰，人家表演得很好啊。你是樱桃少年家，我但是我嘛真正心情花，一直学到我。亲像风吹的花，你是阮欢喜在心底。哎呀，足够醉啊！老支持啊，那得得来。白冰冰，哎，不对，白，够啊，够啊，足红的有无？足红的有啊，像谁谁？嘿呀，无红啊，你们。孩子们，念书就有一点智慧，有一点分辨能力嘛。啊，谁啊？啊，你啊，是你啊，你不是乌龙君？你是王佳佳哦，王佳佳，我要签名签名。哎，那安尼啦，过年无啥甲你骂，最近我是无盖红啦，小刚刚无用啦尔啊。对了，王白王军，刚刚讲过了，刚刚讲过了是吗？不用再赘述。我有讲到八点档，有啦，我有讲到笔记台湾吗？有有有，都有讲。星期二晚上十点嘛。对对，我有讲说要拍开拍电影吗？哎，这个就没有讲了。有里面有我吗？有呢，有啊，因为我拍一个。属于比较那个天生就是脑部发育不好的。阿弟，怪你妈呢吼，怪你妈呢吼。你拜三班掉，直接三班掉。我猜你演技真好，免他咧不要紧。所以你考虑改名是对的。我真的呢，我觉得蹦恰这叫起来很顺口。哎，我估计叫许笑笑啊，然后。笑笑笑笑。姑娘的酒窝，笑笑笑笑笑笑。姑娘的酒窝，姑娘的酒窝，姑娘的酒窝，姑娘的酒窝。好啊好啊，笑笑娘，我被青蛙追了。一直弹，一直要我们唱哎，我们一直唱，他们就一直休息。
是康康先生，你这人哈，哎哎，许顺顺也不错、啊。许顺顺呢？啊，或者不然这样，叫念不谢干嘛？哎，叫许许许。什么许许许？啊，第一颗颗颗。不行了，这样子我就名声越来越小了。来，我们说，先生，请问您贵姓？嘘，叫什么名字？嘘，那给你棒流哎。最近不是很苦吗？啊，最近很苦哎，很苦很苦。对啊，怎么样？用骨啊？我无啦，卖公 A 啦，杂事有写的。哎哎，好了。笑笑笑好了，笑笑笑好了，笑笑笑能讲好听。是是是，这是这里这里这里，除了人名以外是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哦。有有啊，有很多啊。像你考我考我，我考你我考你，五行五行的啊，三个金金嘛，谁不知道？你当人家师父，三个是叠在一起的哈。三个木，森啊，森林的森啊。是是是，三个水，秒啊，厉害。三个火，哼。哼，东西啊，很生气啊，哼，一个火我已经受不了，我那么多火，当然是哼，哼，三个火念作业，谁不知道？但是我很火，哼，啊，好，再考你一个，好，三个土，你呀，为什么？土土土啊，那个是念窑。摇嘛，摇源自古叫摇嘛。对。哎呀哎呀哎呀，这再说三个儿，三个儿呢？孽，孽云的孽。对啊。我哎，你哎，我你扣我好啊。我扣你啊。你讲讲五官嘛。哦。哎，那如果刚讲有讲到，哎，三个日，三个日，金啊，亮晶晶的金啊。金金金。哎，那我换我考你。好好。三个眼睛，木，三个木。哎。那不积极。那不积极，二郎神啊。你真笑呀！我哪有真笑哎？哎呀，阿德，我再考你一个啊！三个手，你公公的扒手啊！这样你就看不到我了。自欺欺人，我来讲，哎，很三个字的哈，或是两个字一样的，有些在情绪上面，有些不能讲得太清楚。哦，比方说，笑眯眯，笑眯眯可以。喜洋洋可以，爽歪歪。哎，卖嫁囡仔，囡仔现在囡仔真尔有啊有啊，我在大陆有看到用那个饮料叫爽歪歪啊。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啊，那用字不一样。在他们来讲，爽是一件很开心、很爽朗的事情。哦。哎呀，那我再问你一个，总统夫人钟美青小姐不？酷酷少。酷酷少爱加油啊！就是酷酷少啊！碟子哦，这台语情节碟子很高追啦。是啊，譬如讲你生做呢啊啊，甜蜜蜜。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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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开了嘛，水当当。喂，哎，你讲你对，你不要走开，你主要讲啥？相公，什么人讲一百几集的相公？出来！阿奶讲得掉，你出来。许孝顺在群里，这位同学，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讲出这种让我难堪的三个字，再讲一次，白鸡鸡。好，我得给他退出摄影棚。妈的了，哎，妈你阿姐，来泡点茶给你嘛，动作太好了。但是我的五官真的可以形容的，你可以吗？哎呀哎呀，你目睭，目睭金细细。金细细可以，哎，皮啊，直挺挺，你的嘴巴，软绵绵的，哪个叫软绵绵的？还是这个，还是这个，哪一个软绵绵的？是您有咬过啊？真是的，不要这样子，勾起我念书的涟漪。哎呀，那你的脸，你的脸，是，那个嘴巴还没讲啊，哎哎。翘嘟嘟，翘嘟嘟，你的脸型叫做四方方。哎，如果你再问我脸型，我这样回答你就会打我了。嗯，你的脸型是一棍棍。这个是个第一警告句啦。系啊，啊就讲啊你这哎呦，这三个人皮肤呢白涩涩，哎白泡泡又咪咪啊，哎呦软心心 Q 弟弟，哎另外你头壳顶壳壳啊。
还有他们那样样样，哎呀，样刷刷，哎呦，家伙那才够准啊！哎呦，你请问你穿的衫青零零，青，哎，青啊青，那青零零，你零零说够乖乖，敢不敢我？哎呦，青零零，是哦，青啊，啊，黄帅帅，哎呀，你是黄屁屁的，哎，黄屁屁，啊那红的呢？红怕怕，红记记，红记记买晒，红公公，哎，啊那紫色的，给吧。紫色，不嘞？紫色应该是啊，不要不要录了。秋秋博，要不讲到紫色？哎，那个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紫色哪不要容易赶快，马上下配合我，还是卡起个电话，好，那卡一。不了不了不了，紫色闽南语叫鸡嘛，对不对？鸡鸡鸡啾啾，紫养的，喂。吴宗宪不是当过董事长吗？哦，那我讲的吴宗宪的绿油油，为什么？因为呢，他一当董事长之后，股票就一片绿油油。一眼望过去，眼边又有绿。我们现在唱的是说稻田美丽哈，是是是，跟股票有关。没有没有，但是人家他真的很努力，这么多年来的为这个商业尽了很多心力。是的，这是这个大字报这样写，我才这样念的，请不要怪我。优美的中国文字还有哪一些会被拿来欧美共美？吴宗宪不是当过董事长吗？哦，老公的吴宗宪的绿油油，为什么？因为呢，他一当董事长之后，股票就一片绿油油。一眼望过去，眼边又有绿。我们现在唱的是说稻田美丽哈，是是是，跟股票有关。没有没有，但是人家他真的很努力，这么多年来的为这个商业尽了很多心力。是的，这是这个大字报这样写，我才这样念的，请不要怪我。喂，那今天不一拜的。好嘞，好。那这个刚刚你提到一首歌叫做《甜蜜蜜》啊，哦，《甜蜜蜜》哇，这个歌是邓丽君小姐请为挂。哇，真的，希望这个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过得甜蜜蜜。是的，每位同学身边有没有是情人的？有没有？有班队的吗？你们三个孩子先去看医生，再来上课，好不好？三个女生是一对哦，啊，你阿伟是那种一对吧？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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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啊，不管的，掏枪，这么无聊的呀？其实我从小就很无聊。我们这个用这首歌曲啊，祝每一位的不管是家庭或者是个人都甜蜜蜜。谢谢。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大家。
甜蜜蜜，谢谢啊，我北斗奔，下次再见，拜拜。